底，去湿老友记下一句系是是广州五加皮。点解咧？是摇摇的。因为咧，是这样的，就是，上学的时候选择题的时候都是有两个很像的答案。那为什么是 C 不是 A 呢？因为概率咯。因为他说了 A， 我听着听着就比较顺口一点。OK， 去湿老友记广州五加皮啱，亦话唔啱啊？恭喜答对了，压三百分。终于可以站到我的妹妹旁边。哎呀哎呀，你好啊，杨洋，哎，抱一个，你俩就这样，怎么了？没关系，抱一个，抱一个。哦，哎，帮帮我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帮帮我！哎，我想再抱你一下，来来来。为什么？哇，这差好远哦！很快耶！啊，鸡蛋是鸡蛋，嗯，烧麦是烧麦，嗯，老阿，嗯，爸，爸。Stop！ 运气题，拿下700，拿不到扣700，真的假的？拿不下的可能性很少。好，因为我们报过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多谢多谢你啊！来，有你咁好戏，冇你咁长戏，呢个系乜嘢广告词？太难了。A 轮胎 ，B 汽水 ，C 啤酒 ，D 歌唱比赛。歌唱比赛应该不可能。喂，我觉得这个有这个题目有弹弓哦，这个是什么都可以的哦。反对阮星航，点样？我要撑我哋嘅编导啊，因为呢一个系一个特定嘅非常之出名嘅广告嘛，广告系啊，普老嘅广州人系咪六十年代出世嗰啲嘛？咁咧就咧，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咩咧？系怀旧主题，所以呢一条题目咧系成立嘅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有水哥念一下呢？有你咁好戏，冇你咁弱气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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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还有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哦，这么快的是？有你的时候，对，很好的味道，对，对对对，啤酒飘，还有说过很好味道啊，啤酒飘，哪个字是好味道啊？好气嘛，就不要骗我啊！你不要忽悠人美女啊！你不要这样啊！你不看人家抱我不抱你，忽悠人家。对呀，水哥讲好好远的四大。很久以前，很有钱的事情，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不可能是汽水嘛。他提醒了我一个东西，你这样想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是很早以前的广告嘛。对，你想一想，很早以前没有歌唱比赛，通常会有什么广告的？不单指歌唱比赛。我知道了。喂，老贼狗啊！哪里啊？老贼狗啊！我知道。你自己搞？你自己搞？我知道了。你搞我吧。B B。因为以前有可口可乐，对，现在也有啊。哎，刚才谁的？现在也有啊。不不不，他刚才有。不不不不，嘟嘟嘟嘟嘟是省略号的意思。那是打音效啊，那是打音效，不能像李亮，就是明明白白的说出这个广告。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品牌，那是一个美国的饮料品牌，这个是一个广州话的广告，广州本地的。但他应该有进来广州啊。广州有一种汽水咧，叫咩名来噶？好奇怪啊！沙士啊！沙士，系啊系啊系啊！你发今日呢班嘉宾都冇乜好嘢出口嘅，全部都系沙士啊！沙即系死人冧楼啊！啲咁嘅嘢多啊！好啦。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别人？倒数五秒钟，你要知道，很多人都不想你拿到这700分的，对不对？三，最好答案系 B B， 汽水啦，汽水，太是了，拜托。哇，我听到咧，佢头先临尾讲出答案嗰个 moment 咧，后边全棚人喺度讲 C C C， 点解同样觉得系 C 嘅咧？呢班年轻人，哦，珠江啤酒啊，哦，正确答案就系。啤酒或汽水究竟是？恭喜！来来来来来，过来，我车来。苏港啤酒，你哎，呢啲系有有间谍来的。我几惊你变转态头先。但系广州人啊，最中意咩咧？喺嗰啲士多店门口咧，就一支沙士汽水冻喺度，咁啊两个人喺度吹水咁样，系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就呢一句咧就系咩咧？大家要知道好戏同埋长戏咧，佢呢度咧佢借用咗个词，好戏咧就讲呢个人咧好好托得，长戏咧就系咩咧？鸡啄唔断嗱，咁啊长戏咁样，所以咧佢系将呢一个好戏同埋长戏咧，呢一个俗
俗語咧，係移植到呢個廣告嚟，就叫做咩咧？即係有你咁好戲，冇你咁長戲咁樣。前面個呢兩句係鋪墊嚟嘅，後邊咧先至係佢真正嘅就係、是、即係亞洲汽水夠氣夠味咁樣。哦，收緊，明白了。四句嘅係太有深度了，這個太有深度了，對啊。太有内涵了、啊、太厉害了、哎、但是最厉害的是你了，这就拿到700分啊，恭喜瑶瑶。好了、yeah. 那边的同学要努力一下了哦，来我们马上过来，几大就几大，烧麦就烧麦，我拣四百、okay. 四百停影视题、oh. 头晕心烦失眠盗汗潮热，温馨提示：你已经踏上人生另一阶段，妇女更年期。饱经风霜月见贫能，踎低起身见头晕，见头晕。潮热干骨热夜尿频，我在剛才的動畫片裡面，麥太所唱的歌詞裡面出現了一個詞叫做貧能，是什麼意思呢？ A 匆匆忙忙， B 勞苦功高， C 舒適寫意， D 特指順德美食。這一句能不能唱一下？飽經風霜月見貧能。哇，好犀利啊！飽經霜月見貧能，冇乜特別嘅，即係所指係，因為佢貧能就本身就講一樣嘢啦，佢只不過飽經風霜之後就見貧能。如果係飽經風霜，後邊應該係跟勞苦功高嘛？唔係啊，飽經風霜通常之後就係舒適寫意噶啦。如果唔係，我哋經咁多風霜做乜嘢？聽唔聽到？你講。我係覺得，因為廣州話有個詞叫貧仆。貧仆。貧仆即係撲嚟撲去咯。貧仆係一種呢、这個治療嘅儀器嚟噶，叫貧貧苦儀啊，係我係揀匆匆忙忙啦。哦，你揀匆匆忙忙，我興奮，你考慮一下啦。你係咪有建議揀西啊？睇下 A B C D 啊 ，D 最 special 最長，最又是高難度，佢真係最選長的，係啊，我都揀加 D 啊。點解揀 D 啊？有麥太啊，麥太太是豬啊。对啊，所以麦太就是辛苦完还要吃东西。但我觉得无论如何，你叫他选 D 是对的。真的哈、哦。对，因为顺德咧好多种糕嘅。系啊，咩伦教糕啊，贫民糕啊。咁麦太系香港啊嘛，佢应该唔知吧？但是现在资讯这么厉害，也未必不知道。麦太虽然系香港嘅，但系香港嘅好多系乡下系顺德噶嘛，系嘛？要拣啦。匆匆忙忙。睇过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哇！多谢。喂，今日系咪有呢、這个漏题嘅情况咧？三个答中，真系好少有。唔系，睇你头先讲呢句说话嘅时候，我觉得阿长仔嘅眼神有啲闪烁。啲问题我未睇过嘅。所以我未冇辦法俾呢個 tips 啦。如果證明你咧係冇偷睇過啲問題嘅話，你答錯佢，你一定要答錯。我哋節目早啲提有咁貴咩？有我下次唔做節目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貧能其實解匆匆忙忙呢、這個廣州人都知道。佢呢個出題咧係即係寓意深刻，內涵話好犀利。佢特指順德美食，咁啊順德美食咧就真係有一種魚，就叫做貧能魚。如果有人客嚟到咧咁樣，咁點樣去招呼人客咧咁樣？佢好快脆嘅，條魚一撈起嚟一湯一炆，跟住咧就連埋個鍋一齊，匆匆猛猛捉咗嚟條魚。因為其實會唔會連鍋上嗰個意思就係因為貧能咧？貧能即係都費事倒落個碟嗰度啊嚇。唔係噶，哦咁啊連火帶鍋咧，個魚啊永遠都係唔腥嘅咁樣，一路傾偈飲酒，哦、一路。咁啲歌星唔食得呢只魚啦，點解咧？歌星要好腥啊嘛。哦，係噃，要有腥氣啊嘛。腥啊嘛。又 update 咗啦啲難劇，多謝你。哎呀，真係，好，我恭喜曬，貧民匆匆忙忙嘅意思。哦，明白。500分，400分加上，我咪馬上過嚟。小五，幾大就幾大，燒賣就燒賣，500分啦。係啊。
典故题。喺粤语当中，个扯字有好多种用法，唔包含以下边一个词呢 ？A 拉扯 ，B 扯人 ，C 胡扯 ，D 扯气。扯咁就韩先生还是你帮下我？哦，你的这边莎莎，睇啦，可能嗰一题你真系要牺牲咯。好像就一个韩先生要告诉你的意思。喂，来你亲吻他的某某某啊，所以我唔知。对呀、啊，人家刚才不停咁闹你，我咗，你就莎莎，你觉得你一个，你这太不尊重人家。唔识做人。对呀、啊，就这期来到哈，你们两个男人呢一直在排斥、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。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是 number one， 你是男生啦、啊。啊、一定要先把你干掉、哦、先把你干掉因为莎莎你确定不要帮你的患难之交吗我觉得应该是 B 因为 ACD 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 B 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扯人选我很顺他的 A 吧是不是呢来请看哦来我听我的我做证明我哋嘅节目系公正、公开、公平嘅。这个题其实有点陷阱的。广州话扯字都好多种解释嘅。扯字咧，其实一个意思咧就系即系咁啊叫扯咯。啊，拉你动作，动作，动作。其实咧同个拉系有关系嘅。咁譬如讲咧，扯气当然唔系咁啦。咁啊叫扯气。仲有一个咧就系即系走。哦，咁即係有人講話嘅，你翻扯歸啦咁樣樣。誒，咪住嗱，陳 Sir， 不如咁樣先啦。我哋係的確關於個扯個故仔嘅，我哋有片睇嘅，睇咗個片先。係啊。啊。潘師傅大力啲啦，想要死人咩家臣？講咁大聲做乜嘢啊？而家咪扯緊咯！哎呀呀，撩交嗌咁滯咯，係嘛？乜水啊你？唉，算罢啦，人哋係老闆嘅親侄嚟㗎，邊會將你扯啫？哦，親侄啊嘛，親侄仲要喺度幫人撥線喎。佢計數又唔識，搬搬抬抬又嫌辛苦，咪到扯下扯下咯。你兩個耳肉喺度講乜嘢啊？你信唔信陣間我叫我姨丈嚟炒曬你哋啦？乜你嚟咗阿全，你咪又喺度吞泼啊！姨丈，扯线扯咗成日啦，休息下啫，好攰噶。如果唔系睇在你姨妈嘅面份上，我先会请你翻嚟啊！知啦，我好中意呢份工，我会好俾心机咁样做好佢噶啦。啊你真懒礼服唔想逼啊你真！哎呀，院长夫人，哎呀，咁初档啊，哎，好声好声，哎呀，大住肚，好声好声吓，慢慢吓，慢慢吓。哎呀，夫人，今日想整咩头咁咧？帮我整翻个最潮最烟嘅发型就啱噶啦。之潮之烟，志玲头啱你喎。啊，又好喎。嗯。哦，水有。哎呀，斋饮水个口有少少寡添。物展上，吓、啊、做哦个呢度痛系嘛？哎、欸，我帮你搭下啦吓。哎呀，你黐个埋做乜嘢啊？你唔觉得好热嘅咩？我热咋话？我哋专门有人扯线噶，阿全扯线。哎呀，真系好鬼死热！哎，帮手帮手帮手！你又咁讲，你咪想热亲院长嘅事固定啊？好矜贵噶！冇错冇错，喂，大力啲大力啲啦，唔好食饭咩？点啊？好点啊？哎呀，唔得！哎呀，我头好晕啊！哎呀，我中暑啊！吓、啊、中暑！哎呀，死啦！阿全，起身啊！咩事啊？死人冧楼啊！你同我听住，你扯就扯，唔扯就扯，扯就唔使扯，唔扯就要扯。嗱，呢啲所以广州话咧，即系你净系睇个字系唔得，听个语气。个老细嘅，你扯就扯啦，咁样，即系你想走你就走啦，咁样，你自可以理解成咁样得嘅。啊，唔系嘅，你扯就扯，而你扯就扯啦，咁样。所以你这个答不对是没关系，这实在太难了。
好吧，我正好是做牺牲的那位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代表节目组感谢你。谢谢。好啦，咁我哋呢个五行欠分嘅同学继续要俾人扣，扣500分。好，现在来看看四位选手的排分情况。韩先生1300分，瑶瑶1800分，莎莎1800分，我们的武恒500分。马上进入，手快有，手慢冇。第三关，手快有，手慢冇。现场吹剧表演中有若干道问题，四位选手抢答，答对一题得300分，答错倒扣100分。哎呀，索索啊，你今日叫人哋着到咁老土咁出嚟，到底有咩特别安排啫？可怜啊，叫得你出嚟梗系有主题噶嘛。我见你嘅衰鬼咧，之前咁好，死请我做 facial 啊。今日我决定带你去5星级大酒店入边食大餐啊，走得咁好，正啊！粤港茶餐厅怀旧经典派对而家开始啦，快着怀旧服装入嚟嘅咧，全单5折啦，下个老哥千祈唔好错过。知啦，唔好嚟呢啲先啦。哎呀，咁有 taste 咁怀旧，是不是很会玩呢？诶，两位呢边啊？粤港茶餐厅，喂喂，你唔系带我咩5星级酒店嘅咩？哎呀，你听我讲先啦，喺呢个搵你笨点评网里边，呢度有5粒星综合指数噶。cut， 搵你笨。剛才 Pauline 男朋友說找你笨是什麼意思？三二一搶。對對對，還沒找到啊，我也忘記了，一舉手。沒有沒有，瑤瑤啊，主要是一個綜藝卡，他永遠擺著一個很誘人的姿勢，來不及都忘記搶答了，忘記了，對對對，忘記了。 OK， 找你笨、很簡單啦，就是說你不聰明說你蠢的意思嘛。你確定揾你笨就系话你唔聪明，话你蠢。要比喻它的引申意思是什么？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哇，100了，好久扣100，可以再抢吗？扣100了，对，可以再抢，可以再抢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来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摇摇，好的，3、2、1，抢。哎，这边，韩先生，我觉得是这个夸你可爱的意思。呀，你怎么知道？很可爱，我就经常问那班呢。刚才就问了一次啊，这个答案是错的。拜。因为我哋嘅抢答机会只有2次，所以好可惜，这个咁简单嘅题目系冇人答啱嘅。揾你笨就是占你便宜的意思啊！就是你笨的时候，我去揾你嘛，去找你嘛，对不对？继续啊！呢位歌技你啊真系有谂法啊！一睇就知道 smart 人啊！喂 ，Pauline 啊，乜咁错档啊？嗰只木契系咩人？其实咧佢系我新闺蜜，佢叫做 Michael Short 啊，佢好劲噶 ，IT 界精英嚟噶。叫我 Short Short 得啦，个名真系冇起错，真系 Short Short 地。喂喂，叔叔啊，我哋快啲点咩食先啦！你到底请我食咩大餐啫？嗱，其实系咁嘅，咁我哋咧有好多怀旧美食，咁但系我哋嘅主打咧就系粤港经典怀旧双人自助套餐嘅，咁我哋就会用翻咧10几年前嘅呢个菜单，跟住再配上呢个精细嘅烹调方式，务求令到大家食到舐舐嚟嘅。呢个有 taste， 我决定点呢个。等等下，我听心脏嘅指甲好鬼死正噶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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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好似好正咁啊！各位观众，千祈唔好眨眼啊！咩话？腐乳、腊肠同埋5溜咸蛋？冇错啦，呢个就系我哋嘅经典嘅套餐。唔系啊嘛，啲菜就得嗰2条。哎呀，10几年前嘅菜式系咁上下噶啦啊！仲有豉油咧就喺度，白饭咧就有2碗，大家咧慢慢食下，唔够嘅话后边仲有噶。今日咧铺头得翻我一个，真系忙到一只剧咁。各位自便啦吓 ，cut， 忙到一只剧咁系乜嘢意思呢？3、2、1，抢。对，有啦。哦，这个爆还是有用的啊。对的。但我觉得你们未必可以。我觉得应该知道，因为感觉还蛮简单的。譬如，他很慌忙，你知道，因为忙的时候就东跑西跑，所以忙到鞋子都掉了。啊，忙到掉鞋。那是什么意思嘛？就是很忙碌嘛。这个解释还蛮有意思的。这个解释，对的，300分加的。对呀。答对了吗？哇塞！就是很忙啊，就是忙到一塌糊涂啊。我的妈呀！
冷杯啊，可以。但咧佢话咧忙到掉了鞋系唔啱嘅，他不是不是忙到鞋都掉了啊，而且那个鸡呢，木鸡呢是穿在脚上很。很难走，邋遢，很下贱的那种不值钱的东西，即系下等嗰啲人就即系自己谦虚的说法。而家嗰日忙到猪脚僵咁样，不用管，反正答对了，就是很忙的意思，一塌糊涂，很狼狈啊！恭喜瑶瑶300分，比赛继续。呢一个就系所谓嘅乜鬼嘢经典怀旧双人套餐啊！咁咪咯，食完饭仲要自己去捉手去装喎。喂，你有食过自助餐唔系自己去装嘅咩？鬼嘢揾你笨，点系我啊？今次真系揾你笨啊！哎呀，冇啦冇啦，我哋隔篱小场茶餐厅。喂，嗰、那个叔叔，你唔系话要请人食饭嘅咩？成为200蚊啦，唔该。Excuse me， 一碟咁嘅腐乳，两碟咁嘅豉油捞饭，你收我两嚿，所以你冇嘢啊嘛？你冇嘢啊嘛？我哋呢个菜单系10几年前啊，我揾呢啲材料我都揾好辛苦噶，揾到我好似罗豆咁大个头，你知唔知啊？知。卡啦咁就，罗豆咁大个头系用嚟比喻乜嘢嘅呢？准备抢答三。2抢莎莎吗？莎莎你不对啊，你应该让武恒抢一下啊。是咯，他帮助我。武恒再不抢就咸鱼硬的啦。不是，我可能答不啱的。哦，是啊，可能就给他了。嗯，好。哦，那来罗豆咁大个头，其实蛮简单的，应该系好烦恼，烦到头都大细咁。你怎么看出有这个意思的？烦到头都大了，不是有这样说的吗？一个头两个大，对，哎呀，他其实是聪明的，这个答案对的，对的，300分，嘉上，谢谢，非常伤脑筋，非常伤脑筋。还有最后一个机会，来，咁你又话着怀旧服装又打五折嘅，顶多都100蚊啫，系啊，但系套餐除外喎。你头先唔讲，咁你入嚟嗰阵时候唔问。咁即系而家硬晒太冇弯转啦，叔叔啊，你都系快啲埋单，你走。哎呀，走啦走啦走啦，猛走啦走啦走啦，再唔走要企好耐噶，走啦，追佢啦，系啦。好嘅，多谢晒你嘅精彩演出 ，thank you。最后一条抢答题目，问嘅系硬晒太用嚟形容乜嘢？三、二、一，抢。哦。哇。刚才好像大家答对的比较多哦。对啊，应该要答错了。对啊，这个是同情抢。前面几套题目我都比较懂的，可这一条啊，在台下你而家咁样，很彷徨。黄龟龟啊，你谂啦，你又不会是吧？但你又抢到了，对，咁啊硬晒台啦，非常尴尬，非常非常尴尬，这个答案是。错的，扣100分，抢答继续，来3、2、1，抢。其实刚才是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是我。别站了，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意思，幸运的意思。你唔讲幸运，我都唔知道你灰尘做咩，关灰尘咩事？我可能知道。冇理由喺室内会有灰尘噶，我话系嘛，真系。扣100，肯定对。你很想扣到分吗？不是。错的太离谱了，太离谱。虽然我不知道，错太离谱了，原来扣100耶，那不要够了，再扣101。你们俩很想抢吗？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题，我们抢到一次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，3、2、1，抢。好，抢到了。我猜，刚刚那个剧情，最后会讲这句话。嗨，是指这个人很不讲理，就是因为他不付钱就走了，很不讲理的一个人。他伸懒腰。是这么累啊，这么累啊！小心要扣你女神100分了吧？对呀，对呀，好像差有点远。好彩我女神分数比较多，扣就扣吧，不会再输嘛。啊，扣掉100分，硬晒台。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广州话的台是什么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台啊？台，不知开车那个台啊，方向盘，舵，方向盘，方向盘根本就喐不到，所以就冇弯转咯，即系就不会开，还硬要开。事情闹僵，把事情闹僵了啊！好，到目前为止，积分情况系咁样嘅。韩先生1100分，同时一起领先的是瑶瑶和杨莎，分别是2000分。五星全分的武恒400分。恭喜我们的五恒欠分，以400分嘅超低分，毫无疑问咁夺取今日嘅咸鱼位。哇！真的是。
是蛇油哦，太酷了，这个。你是颁奖嘉宾，你今天拿着这个咸鱼特别有型是吗？般配。哇，好慎重哦。本届越奖越店的咸鱼先生武恒，请发表获奖感言。多谢彩，多谢。叫你颁个奖，这么兴奋干嘛？嘴唇都咬上了。配辣椒酱更美味哦。对。咸鱼翻身规则，目前最低分者同埋另外一位选手与考官合作，用粤语描述一件物品，逐一传话，最后估出该物品。估对嘅话，最低分者可以咸鱼翻身，分数翻倍；另外一位选手则加500分。估错嘅话，最低分者分数清零，另外一位选手唔扣分。即先传传话嘅有我哋阿长仔哥哥，好睇下咩嚟嘅先。哇哇，呢样嘢果然好怀旧吓。你掂过未啊？我掂过，系嘛？你中唔中意掂佢？诶，还好啦，还好啦。好好，加油！呀，呢样嘢咧？呢油嘢系呢油嘢系五颜六色嘅，唔系绿色嘅呢油嘢。五颜六色嘅，唔系绿色嘅。五大绿色嘅呢下嘢，五大绿色嘅。圆圆地，圆圆地，圆圆地，冻冻地，冻冻冻地，我知道冰的。圆圆地，冻冻地，好好玩嘅，好好玩，好好玩，仲可以，也可以，仲可以，仲可以入窿嘅，入窿的，入窿啊，入窿，入窿。前面他讲了什么？赶快，要不然就忘了。五奶老师给，圆圆地，冻冻地，仲好玩呀。好好劲啊呢样嘢！佢讲紧你个头啊，圆圆地啊，冻冻地啊，圆圆地，冻冻地，好好闻，好好闻，好好闻，应该系闻字啊，圆圆地，冻冻地，好好闻，圆圆地，冻冻地，哦，呀，呀，呀，啊 ，OK 啦，好清晰啊 ，OK 啦，得一样嘢系咁嘅啫嘛，系啊，你出嚟啊，呢度。圆底系啊，你又知道系咩啊？陈 Sir 系嘛？哦，我犀利啊！唔系你咁样啊，你重复一次，听到啲咩先啦？系啊，圆圆地，洞洞地，嗯，好好闻，嗯，呀，呀，咁头先陈 Sir 懒醒，话佢已经知道咩啊？我即管俾你讲咗出嚟先，你俾啲建议佢咩嚟啊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可能系雪糕咯。我话打死都唔信你知噶啦。喂，雪糕见到佢梗系呀啊，系咪？都唔呀咯喎。哦，系。应你，应你，应你。我俾对上嗰个你讲，听多次添，好嘛？系，俾到呢个对上你，你奶。嚟，五奶绿色嘅。五颜六色嘅。五颜六色嘅。五颜六色哦。圆圆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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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圆咯。雪糕就高啦，再雪糕啦。冻冻地，冻地，冻冻地。即系你。我佢了解清楚。嗯，系。仲温，哦，仲温日咯，吓，仲温日咯，仲温日咯，仲温日咯。而家综合你听到嘅所有嘢，即系你俾出一个答案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是什么？果冻啦，果冻都有判，嚟，来，唉，三、二。呀，究竟是不是果冻？哎呦，哎呀，圆的，蛋黄。来，我们找这个叫什么席？长仔要从头解释下呢单嘢。冇错，大家见到我哋今日讲紧八九十年代怀旧啊嘛，咁当然波子棋就一个怀旧游戏啦，里边牵涉咗五颜六色嘅波子。系啦，咁你摸上手当然系圆圆地、洞洞地，仲系可以入窿嘅。哦，就系咁啦。呢個時候遇到一個天大的問題啦，因為咧就我哋通常掂過多一碌蔗嘅啫嘛，掂過一碌蔗嘅啫嘛，咁今日有雙冠軍嗰碌蔗點辦咧？都冇痕啊！嚟，我們的水果妹妹已經把蔗拿出嚟。嗱，阿長仔老師，咁你啊，你頒獎啦，好嘛？咁你中意邊個頒邊個啦？啊，咁唔得。我們的蔗，一起一起，恭喜恭喜！好似个鬼黐住咁你会舒服嘅咩？你唔会舒服噶嘛？而且你自己创作的歌好好听啊！哇，佢真系有百度搜的。比基尼重要还是好朋友？好朋友重要。在我的好朋友面前，当然是比基尼重要。